Celine 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哈，待会呢，他会为我们今天进行的第一个表演节目。当然，今天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母亲节表演的活动当中呢，母亲节的哭哈，因为我们总共台中市有29个区。29个区呢，今天有超过300多位家庭啊，尤其是有300多位妈妈呢，今天特别啊，尤其是很多出来在做家里的哈，今天一起陪同，所以我们今天在楼上楼下，还有我们的今天场外，总共有超过2200人在我们这个活动场地上面。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哦，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呢，用了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手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拍照，不但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跟市长拍到一张大合照，那这张大合照呢，由我们的专业摄影师会洗给大家哈，然后大家不用担心。那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会按照每一个区哈，每一个来的乡里，然后呢跟大家分门别类。啊，今天有非常多的贵宾已经陆陆续续到达。啊，在趁这个空档这个时间，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莅临的贵宾了，包括我们大甲区的区长哈，刘来旺刘区长已经到了现场。区长是不是在现场？区长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土地五零后，区长好。另外还有包括我们的新社区的区长哦，刘孟富刘区长，新社区的区长平安啦，不客气哦，谢谢。另外还包括了我们有东市区我们的胡佩玲胡区长，徐佩玲徐新社徐区长在哪边呢？啊，在外面哈，谢谢。另外还包括了我们啊，我们有来自我们蔡雅玲我们的议员办公室的我们的助理啊，我们的郑淑珍郑助理也在我们的现场，来点热情的掌声欢迎。你好。另外还包括了我们何新纯办公室我们的主任助理哈，我们的黄锦梅黄助理，黄助理你好，谢谢。好，待会有贵宾陆续到达现场，那我们再补充来介绍。他在这边呢，先跟大家讲哈，今天已经那已经邀来了哪队哈。啊，我先来讲一下，我今天哈，每天全程哈，国语跟台语安尼来传播哈，你要我讲英文也可以啦，但是今天哈，我想说大家要听英文，较困难一寡，听手语可以，对不对哈？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咱今天来拢是妈妈，拢是咱的模范母亲，尤其是全家一起来陪同哦。那今天入到我们这个整个场地，说实在的。我们的集会堂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容纳29个区的模范母亲跟家庭，所以我们会分别啊，由我们社会局特别绵密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进到我们的会场。然后最重要的是说哈，那这摆你看的不呆，所以那些假秋饼进到我们的会场，豆秋饼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时钟的下面，等一下我们又从那边进到我们的拍照区，啊，那条盖宝哈。一区一区，啊，你得落去啊拍照。我想要来了解一下吼，来，我的模范母亲伫倒位咧？妈妈，你来举着那个模范母亲抱一下过来一下好不好？今天只要进来的话呢，我就会鼓掌一次，我就欢迎一次哈。大甲区的模范妈妈伫倒位咧？抱一下过来一下。哦，谢谢。啊，不，后里的来，后里的好朋友来，掌声鼓励一下。哈，故宫的好朋友来，掌声鼓励一下。嗨。那这边是，这边是啊，清水哈，哇，清水也是一个好地方啊。清水妈妈你到位嘞，妈妈你好，好，兄弟啊，就是讲哈，我带你个一一介绍啊。这边是到位的和平区吗？是不是？我们给和平区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感觉今天社会局真的对大家很用心哈，不管哪个区哈都有照顾到，然后再来写咱东市和平区哈，是不是？我下来给咱做了一堆，哎呀，好棒哦！再来是新社，是算拔蜡的时候在丢掉，来，我下过来一堆，谢谢。因为我拢会话都主持收济，拢在讲在说来出的。我今天要跟妈妈讲一下哈，啊，尤其是咱就别记了，咱先看一下，尤其是模范母亲。最重要是我们有一个康乃馨要别在我们的左胸，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背带呢要把它背起来，然后我们的亲朋好友帮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那个背带，等一下拍照时阵哈，因为咱坐的时阵哈，可能服装会去摇掉啊，那哈，那所以要先整理一下啊，没有关系哈。那最主要是说，稍等下咱市长跟咱局长哈，我们的社会局局长哈，吕局长会一起陪同跟大家拍张照片啊，咱都要先把好，咱家己
三去疗愈不要紧，按妈妈的三去疗愈，啊，你看看稍微整理一下，啊，你有了解不？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可能你问讲吼，妈妈今日来，有当时做妈妈就辛苦的吼，有当时去一个所在要去佚佗吼，都会先找洗手间，对不对？好，我先甲来讲一下吼，洗手间的时阵，那进电梯，好，进电梯的左右两边就有洗手间。大家很清楚，对不对？然后进到我们的集会堂，哈，或者你等一下看表演，哈，那集会堂来的某洗手间，集会堂洗手间里都位的，来，那后边，啊，有无？看到后边，后面有两个洗手间，哈，那如果说妈妈哈不太方便，哈，背楼梯，那我们就可以走到外面的洗手间，这样也比较方便。然后呢？小朋友就可以走到后面啊，尤其今天有讲到小朋友，今天有小朋友来现场，对不对？小朋友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小朋友，哎呦，还不少哎，那就厉害了。为了小朋友，等一下有小丑哥哥会来到现场，而且今天小朋友走的时候，最好跟小丑哥哥要一个气球，而且气球呢，它会卷花样的，而且这个小丑哥哥哈、哦。长得可真的是帅啊，真的是两倍主持人大，不是、啊？高追啦哈，那高追。走，我们洗手间就在后面。那如果说要上个洗手间啊，公公来看表演时阵哈，后面有两个洗手间，然后呢进电梯前左右两边也有洗手间啊。最重要的是公啊，稍等嘞，咱现场的志工朋友哈，最重要我讲一个志工朋友上条来讲。今天的志工朋友，我们社会局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非常的棒哈！打开马扎工，2018年我们世界花卉博览会会在台中盛大来举行。阿花来蒙着嘞，阿内哈，但是没有礼物啦。世界花卉博览会在台中，阿、啊、在台中什么所在嘞哈？在台中什么所在？在外埔丰原。在台中哪里？后里。后里还有呢？丰原、外埔、后里、外埔，还有呢？丰原，这三个所在上重要哈，在台中的后里、外埔、丰原啊。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后里主场馆啊，给你为您带来一些很非常棒的消息，就是说在我们的主场馆，好，那这边来电，我们可以透过裸视，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 VR 的一个效果，那好，大概一点一画，那带动企业起名哈，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花博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讲到今天的志工朋友，我给大家来介绍哈，今天的志工朋友，我们台中市社会局特别用心哈，邀请他们提前哈，因为什么这些志工要特别介绍，因为这些志工朋友。两拜到我们的花博会场，还会再见到他们。在我们的花博要开展之前呢，台中市政府特别请过专门的老师，专业的训练，将我们这些志工朋友训练得非常非常的优秀。所以今天提前来为妈妈们来服务。所以呢，我们先给志工朋友来点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我们台中市社会局，谢谢。那家一定很牛哈，快点，所有的志工朋友都会在我们的。花博的活动上面哈，他们会在不同的场馆上面来为大家来服务哈，因为花博实在盖多哈。那今天还包括了我们陆陆续续到达的贵宾，包括有我们陈仁天议员、我们的秘书以杰小姐在现场吗？好，就到外面去。好，谢谢。另外，我们的西区的区长哈，陈立书陈区长也在现场吗？区长好，每一年都要跟区长见一次面哈，谢谢。区长哈，还有我们的区长跟里长，待会呢，同一区的我们就一起来拍照，好不好？跟同一区的妈妈们一起来拍照哈。好，谢谢。那么等一下呢，最重要是市长呢也会莅临到我们的现场。那在今天活动之前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原来台中市哈，除了说我们要推动我们的花博，就是说让台中市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之外呢，那台中市呢也希望说每一位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多项的来学习各种不同的一个语言，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一个客语老师会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啊？刚刚我们还记得吗？在请出客语老师之前，我要先跟大家来考一下哈，你好的手语怎么比？小朋友，北京。老师，我比错对不对？我比错对不对？你好，好，那谢谢怎么比呢？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说你好，谢谢，这是两个共最重要的语言，对不对？还有没有什么要教给大家的？这两个就够了嘛？啊，这两个就够了，再配上我们的唇语也可以，对不对？这配上我们唇语，好好。那今天我们刚刚有特别要讲到说，今天我们的让小朋友能够学习到比较多方面的一个语言，包括我们今天有一个课语的教学，对不对？老师，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要让在我们的活动之前，为什么会有一些课语的一个文化教学呢？大家好，课语呢是我们的母语，它在这个地方很久了，跟每一个族群都一样，闽南语、国语，所以呢，我们希望让课语在这个地方推动。让大家知道母语也是很美丽的语言，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好吧？因为我可能要，等一下，你还看大字报呀？哦，不用呀。好好，那我先问老师好了。那个我们的手语你好跟谢谢我们都学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在那个之外，我先学客语的你好。跟谢谢怎么讲？就是你好，来，大家讲一次，谢谢是暗自 say， 谢谢，请大家跟我念一次哦，暗自 say， 暗自 say， 哦，好标准哦，我们都是一家人哦，啊，声音暗讲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天想问这个，哈哈。什么呀？按讲就是女孩子这么漂亮。谢谢。好，老师今天跟大家讲的教的好。哎，大家好，我是课语老师，我叫陈美凤。啊，今天是个美丽的日子，我要恭喜大家，祝福这个日子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啊，我要送给大家一首客家的诗，因为是。母客语老师，所以我用客家话念。好，我现在开始念哦。祝弟呀，按讲的午夜时间，就在这个美丽的午夜的时候，就是阿妹的节，就是妈妈的节日。阿妹的笑容一年光，妈妈的笑容像月光，温暖爱心度。温暖我的心里，本爱温暖，本爱快乐，给我温暖，给我快乐。阿妹，阿妹，爱爱你，妈妈，妈妈，我爱你。那现在我要教大家讲几句最简单的，祝福母亲节快乐。大家一起学那个妈妈，阿妹，好，阿妹。爱爱你，爱爱你，很标准哦。再一次哦，阿妹爱爱你，阿妹爱爱你。好，还有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母亲节快乐。快乐，就是很快乐哈、哦、啊！按字声哈，谢谢大家，恭喜大家得奖哈、哦！母亲节快乐，按字声，按字声就是谢谢哦，按字声，好，谢谢。我们再给我们的课语老师来点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按工啊，来，好，我们请课语老师先休息。按我们课语老师恭喜大家得奖，我们是得奖啦哦。